啊，你甲看大家今仔个囝咯。我当年哦，我自己肩上是主意的嘛，是吧？主意的职业的。我今天是那个我们公司的楼主是在市里搬过来的，我也去参加这个乐龄中心活动的节目，感觉很高兴，所以这是这个睡觉睡一下，因为晚上都没有睡觉，所以我他就叫我起床了，要把那个鱼啊哈整理好，就是要分类啊。那个鱼啊有很多种啊，鱼跟虾都很多种，要分类，分类好以后，然后他就早上要去卖鱼啊，那我就可以去读书了啊。那我小时候呢，真的说怎么讲，也不怕辛苦啊哈，爸爸妈妈交代的事情啊都会做了哈，这是也是现在人生来讲是一种收获。小时候的困苦起来就是常常的哈，然后是我们庄里面的小朋友哈，就跟我们同样年纪的小朋友啦一起去啦，但是你人那么多去的话，你不可能说你可以拔到很多草回来啊，所以就变成说他们去啊，他们说啊你两姐妹在这边啊拔草啊，他们就要换别的地方，然后就乖乖的两姐妹就在那个地方啊，把草拔好以后啊就要绑啊，只有带一只那个竹竿啊，竹竿你们跟着阿妈加油，是不是小朋友加油很少人会很少，不会啊。